以大卡车改造而成，全台唯一重量达到17吨的行动护垫，伊个想要来到林德运动公园内底举办发挥，为台南乡亲祈福。这是由世界佛教进行会所发起的宽道祈福活动。同工除了开放民众参拜之外，同时也发放物资，帮助社会弱势。所以，今日继续到全台各地，为更加侪人带来佛祖信仰的力量。来到林德运动公园内底，会当看到有真侪人正在念经。再详细一看，会当发现这个佛殿是由一台大卡车所改造而成。这是由世界佛教进行会所主办的活动，将借由这个全台唯一的行动佛殿，到全台各地举办发挥，为大家祈福。我们这个世界佛教振兴会啊，这行动佛殿呐、啊，是佛教界的一个创举。就是说用一个17吨的这个大卡车，那改成一个大雄宝殿。那么这个佛殿上面呢，我们供奉释迦牟尼佛、药师琉璃光如来，然后呢阿弥陀佛，成为三宝佛。从卡车改装成的行动佛殿，为六月中开始款的，是由世界佛教进行会导师恒信加措仁波切所发起。目前已经规划了3天的计划，未来将要持续迁移台湾各个乡镇。所以他第一个创意就是环岛拜佛自己徒步，第二个创意呢就是这个行动佛殿。那么他所有的这一切，那么都能够呢，对大家带来利益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在行动佛殿每一个所到的地方，我们都设有一个就是这个关怀这个比较一些弱势的团体。那么像今天我们到台南来呢，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白米啊，还有这个泡面。那我们的上师说，这个东西虽然不多，但是是佛菩萨加持的，让大家能够带回去，那么大家家人分享，能够得到这个加持跟福报。你的祈福发挥了后，也会送出爱心物资来帮助弱势族群。结束了在林德为期3天的行程了后，再来也会到台南其他所在，欢迎民众拢会当来到现场参加发挥，来向佛祖祈求平安。记者郭佳敏，林德区采访报道。